这身材，这长相，这气质，真是纯爷们儿。要能长得和他一样强壮，非把混蛋媳妇儿抓回来好好调戏一通。 剑妾，从今往后，你需对我言听计从。我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才是你最终依靠的源泉。相公，剑妾愿一生侍奉相公，任凭差遣。相公是妾身的天，妾身的地，妾身一生的主宰。以夫为天，其义匪浅；夫刚其柔。 此乃正体，夫若发嗔，不可生嗔。不学泼妇，斗闹频频，家常茶饭，侍奉殷勤。哼，如此甚好。哼，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 哎，干嘛呢？啊，干嘛呢？没什么。什么事那么开心？跟我分享分享。这一诺王子，粗壮有力，往那一站，好像铜钉铁块似的。一般人见了他都要怵他三分，一看就是能打能杀的模样。更别说是女人了，谁要落在他手里，还不乖乖就范了？也许吧。 他跟我是老相识了，什么老相识？你认识他？认识啊，不过手下败将罢了。相公，你先回家，我忙完军中事务，回家找你。啊，走了。臭婆娘，让我抓住你，我活活咬死你！